大佛顶首楞严经遣释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宣化上人讲述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，1968年。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52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：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在阿弥陀佛做转轮圣王的时候啊，他们两位都是阿弥陀佛的儿子，跟在阿弥陀佛成佛了呢，他们两位就给阿弥陀佛做两个侍者，就是总陪着阿弥陀佛的这么两个菩萨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等阿弥陀佛啊，在极乐世界退了这个极乐世界的教主的位置的时候啊，这个前半夜这个法灭了，后半夜这个观音菩萨就成佛在极乐世界。等观音菩萨退居的时候啊，就是大势至菩萨成佛在极乐世界。所以这大势至啊，他又叫得大势，就是有大势力。他一举手一投足啊，这个大地都震动的，他走到什么地方，这个地都会地震的。所以啊，他这个势力最大的，所以叫大势至。法王子就是菩萨，与其同轮和他这个同类52菩萨，这52菩萨呢，就表示的是实信、实住、实恒、实回向、实地，这是五个，再加等角妙角，这是52个位子。他和他这个同轮呢，有52个菩萨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，对佛就说了。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我亦往昔啊，我想啊，在过去往昔恒河沙劫，在恒河沙劫这么多劫，有佛出世，名叫无量光，他名字呢叫无量光。在这个时候有12个如来相继一劫，在这个一劫里头啊，生出12个佛啊，其最后佛，他最后这个佛的名字叫超日月光，彼佛叫我念佛三昧，那个佛啊，他叫我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佛三昧。这个无量光啊，阿弥陀佛啊，梵语阿弥陀，此云叫无量光，又叫无量寿，就是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个12个佛呢，是不是阿弥陀佛呢？这个大要不是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是10个劫，那么这是过去恒河沙劫，所以啊，这个佛不是阿弥陀佛，但是他名字相同，因为佛的名字相同的很多很多的，也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呢，这个同名同姓的也很多。譬如有人一转为一，一人转妄，入世二人绕风不风，毁见非见。譬如有人，譬如就是个比方，比方有这么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呢，一个人呢就专专的
来纪念意念的一个人。一个人呢就专门呢忘不纪念不意念的一个人，譬如亲戚和朋友啊，这两个人比方谁呢，就比方一个是佛一个是众生。这佛呀就时时刻刻都挂着我们这个众生，纪念这个众生。可是我们这个众生啊时时刻刻都不记着佛，都把佛忘了的。嗯，偶尔想学学佛法呢就也不太清楚，不知道这说的到底是说的什么。啊，只有说啊、哦、这佛法真妙，究竟妙到什么程度上又不知道了。所以不知道了就更妙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佛呢为什么要念众生，因为佛呀看众生都是一体的。佛观一切众生呢都是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。所以佛才说大地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都可以成佛的，没有一个众生不可以成佛的。所以这佛教伟大的地方，这个教义啊，最高也就在这个地方，无论任何的众生都可以成佛的。所以佛呀才提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，要受持五戒。这受持五戒呢都是爱护这一切众生的一种表现。佛因为看一切众生和他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，所以他要教化众生啊，要度一切众生的成佛，这是佛要度众生的这一个道理。俺们众生啊跑到这个世界上来了，就舍本逐末了，把这根本的事情就忘了。所以啊竟这个被脚和尘了，离开这个脚物而和这个尘劳了，所以啊也就忘了佛，总也想不记得。那么关于这个念佛的法门呢有好多种念法。第一个念佛叫持名念佛。怎么叫持呢？持就是那个指持那个持，受持的那个持，提手边呢搞一个寺院的寺，加个寺院的寺，就是那个特别的特，没有旁边那一撇。这个持名念佛就是啊只持名号啊，譬如你念哪一个佛都可以，这念佛法门呢你欢喜哪一个佛哪一位佛就念哪一位佛。嗯，你欢喜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会欢喜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你欢喜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就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。这十方的佛呀你欢喜念哪一方的佛都可以。这个念佛呀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念佛呀就是啊叫你把你这个念头啊只有念佛的一念，没有其他的妄念啊，没有其他的妄念你就不生恶心，不生恶心你就是往这个好的道路上走。这第一要持名念佛。第二呢叫观想念佛，观想这么想着阿弥陀佛啊，这个白毫像，阿弥陀佛啊在这个眉中心这儿啊有个白毫像，
那不是白毫婉转五须弥，那个本阿弥陀佛那个白毫像啊，有五个须弥山那么大。甘木澄清四大海，阿弥陀佛那个眼睛有四个大海那么大。你说这真是，这个有这么大的眼睛，啊，四个大海那么大的眼睛，啊，真想，你这个境界小呢，你观想那个佛像啊，观想那个佛就小一点，你要境界大就观得很大，这叫观想念佛，又有观相念佛。观相啊，就是观阿弥陀佛的相啊，看阿弥陀佛那个相好庄严，一边念佛一边想啊，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啊。可是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念佛也有的时候会招魔的。总而言之啊，要有德行，要有道德。要没有道德，有的时候你就念佛也会有魔的。我在香港大屿山呢，慈行寺遇到一个，有一个比丘啊，他叫恒月，他打波州七。怎么叫波州七呢？这波州七呀，在这一间房子里呀，常行。这叫常行三昧，又叫佛力三昧。在这一个房里啊，这么走90天，不坐不卧，就不睡觉，也不坐在那个地方，走90天。你看，在佛教有这样的修行法，这样勇猛精进修行的，你在其他的宗教能有这样的勇猛精进的？法门没有的，这叫佛力三昧。那么这个恒月呢，他就修这个佛力三昧，他修这个念佛。这念佛呀，只是念这念念佛，你说怎么样啊？哦，他就越念越大声，越念越大声，念的那么阿弥陀，那么阿弥陀啊！我听着他这样念，我就知道。他是有警戒，我就去一看他啊，他就跑得很快，在那一个房里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念佛。原来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想，因为这个比丘啊，前生是个牛，他因为给庙上啊做工，经田呢。他今生就托生人做人呢，就做和尚。做和尚，但是这个牛性啊还不改，总脾气很大的。他为什么这么跑呢？就因为啊，他看见呢，阿弥陀佛来了，他就追着阿弥陀佛。其实怎么样呢？他就是因为着了魔境界，并不是阿弥陀佛来的，是这个海里头啊一条水牛，这个水怪来了，到这就变了化，像阿弥陀佛一个样，因为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就这么游喝他，所以他就认为他是阿弥陀佛了，他就追他。等我到那之后呢，啊。我给他用一种法呀，把他这个魔的警戒给破了，那么他算呢，把这个警戒逃过去。所以念佛一样，也有的时候也会招魔的。这是观相念佛，观阿弥陀佛相。又有实相念佛啊，实相啊。什么叫实相念佛？俺们现在参禅呢，这就叫实相念佛。坐这儿，注意这个念佛是谁，这就叫实相念佛。所以持名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实相念佛，有这四种，
念佛。那么现在呀、啊，对一个人呢，专一就是佛呀、啊，常常想念着嘛；一人专望呢，就是我们众生啊，不想念的佛。入世二人呢，像这个两人，绕风不风，要假设就遇到一起了，也等于没有遇着一样，回见非见，就回者呀，在任何地方啊，见着了，见着，因为彼此啊，这个光不合，一个人就想着，一个人就不想，所以啊，这两个人呢，这个。这种的精神呢就不合一，所以回着就见面了，也会等于不见面一样的。二人相忆，二意念深，入世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于形影，互相观依。二人相忆。如果这彼此两个人呢，他互相啊意念，这个二念意念深，这两种的意念呢，一天比一天就深。入世乃至从生至生，从今生到来生，同于形影，就好像这个影啊，形影不相舍离似的，同于形影。这个形影不相舍离，也不相乖依，也不会错乱的。十方如来连念众生，入母一子，绕子陶师，随意何为？子绕一母，入母一师，母子立生，不相为缘。十方诸佛啊，连念众生，也就好像啊入母一子似的，就像这个儿子啊，这个母亲记忆儿子一样，绕子陶氏。要是这个做儿子不记忆父母，陶氏他方，随意何为？虽然就是母亲总想他，也没有什么益处。子绕一母，这个做儿子绕也记忆的意念母亲，入母意识，好像母亲呢意念儿子那样的情形。母子立生不相为缘，这母子两个人呢生生世世他们不会离开的。就所谓啊，佛念我们众生，我们众生要也念佛，这生生世世啊都不会离开，都在一起的。要众生心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假若众生的心呢、啊，一佛念佛，也记着佛又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一定会见着佛的。现前当来，回着今生，回着是来生，一定会见佛的。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去佛啊，你因为你一佛念佛，去佛也就不远了，不假方便，不用啊假借这个其他的方便法门，自得心开，你就会开悟的。入染香人呢，身有香气，此在名曰香光庄严。你这个念佛呀，也就譬如染香的人，身有香气，身上就有香气。我本因地一念佛心，入无生人，今于此地说念佛人，归于净土。我本因地，这个大势至菩萨他说，我在因地的时候，因地啊就是他出发心修道啊，做比丘的时候，以念佛心，以这个念佛的心呢入无生忍，
得到这无生法忍。今于此界，现在我在这个世界，这个娑婆世界，舍念佛人，我呀就舍受这个念佛人，好像啊那个吸铁石吸铁一样，我舍受这一般的念佛人，归于净土，升到啊极乐世界去。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斋，毒舌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四为第一。现在啊，这个佛问圆通法门，我无选斋，我呀没有其他的选斋，我只有啊这个念佛的法门，毒舌六根，我呀这以这个念佛的法门呢，就收舍六根呢门头的妄想，我就单单念佛呀，把这个六根呢就都制住了，把六根呢就都不打妄想，这叫毒舌六根。净念相继，我就以这个清净念佛的这个念呢相继不断的总这么念，得三摩地，得到这一种定力，思维第一，这是最最第一的法门了。念佛法门呢，是最第一的法门了。